类刀具加工功能，五轴锁轨迹功能，还兼容方便快捷的电极成型阀功能，是将三大功能集于一身的新一代高端电火花刃磨机床，广泛应用于各种 PCD 刀具的生产和修磨，例如大小度螺旋刀具、舍弃式 PCD 封边机遇洗刀、各类 PCD 丙类螺旋刀具、各种长刃口 PCD 木工盘洗刀、各种 PCD 木工螺刀、 PCD 木地板刀具。该机床拥有强大的硬件配置，采用日本大卫五面体加工成型，配置台湾 PMI 高级别丝杠导轨及松下交流伺服电机、雷尼少激光干涉仪进行检测和补偿，从而保证机械部位的高精度长寿命。采用高精密在线探测装置，采用自主研发的内嵌式走轨迹编程软件。案例演示，机床自动建立坐标系。大小度螺旋刀具演示实例。在系统里进行刀具齿间距检测、自动加工、电参数等数据输入编程，齿间距自动高精度测量，自动校对加工零点，按下开始按钮自动执行单齿加工粗、中、精多次工序自动完成，完成第一个齿的加工后自动转向下一个齿，加工 N 齿后自动车削电极并补偿，有效地提高了刀具制作的精准度。PCD 刀具走轨迹加工演示实例。采用 CAD 软件绘图，读取图纸，在系统里进行刀具齿间距、自动加工、电参数等数据输入编程，自动高精度齿间距测量，自动校对加工零点，按下开始按钮自动执行单齿加工粗、中、精多次工序自动完成，完成第一个齿的加工后自动转向下一个齿，加工 N 齿后自动车削电极并补偿，有效地提高了刀具制作的精准度。PCD 成型法演示实例。采用自主研发的嵌入式编程软件进行车削轨迹编程并生成代码，读取代码，在系统里进行刀具齿间距、自动加工、电参数等数据输入编程，自动高精度齿间距测量，手动校对加工零点并记忆，按下开始按钮自动执行单齿加工粗、中、精多次工序自动完成，完成第一个齿的加工后自动转向下一个齿，加工 N 齿后自动车削电极并补偿，有效地提高了刀具制作的精准度。